电梯了，这儿熟悉了吗？地儿认家了吗？地儿哥，这地儿我熟，我自己来吧。这你认识吗？你咋从这儿开门？怎么回事？是啊，还转向了。怎么研究你们呀？转向了地儿，门在这边呢。地儿。看着这边，这边认识了吗？认识了，转向了，走了地儿，回家了。别的小猫咪都等你呢吗？没有，一个也没有迎接你的。一回来他就想上厕所去了，看看他能尿出来不？今天我们就是发现他老是这样想上厕所，但是走开之后又没有多少尿，然后觉得他可能有问题的。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小猫咪平时的屎尿屎量尿量，尤其是多毛家庭，它共用一个猫砂盆其实是很不容易发现问题的。尿点点，你看，猫尿了个小球球吗？尿了个小球球，我看看啊，我看看有没有血丝啊，或者是什么的呀？没有，尿的颜色是正常。你俩咋睡一块儿了？乖乖，脸圆的就是和脸圆的玩了，现在啊。走了点，我们走吧。吃药。对，你们仨是一个队的，你们组一个组合，叫三元组合。哎，一点没浪费，全吃了。好了。你看他又去了，他就是老想尿哈，老是有尿感。我给地儿哥开了他最爱吃的罐头，然后拿温水一会儿给他和一下。哎，我去拿了个勺子，我说搅拌一下，张法官已经搁这儿吃上了。让干爹吃啊，爹。他可能是不想吃，没事，我有办法。又搞一碗冻干泡水试试。张海棍在那吃的好香呀，闻着味儿了吗？可好吃了，冻干泡水。还是我有办法，因为我知道他最爱吃什么。哎，快控制住他们，不要让他们抢地儿了。保安控制一下现场秩序，保安。我们两个是。对，你们两个是保安。你看他这个货，你就罐儿真是贪吃鬼，罐罐那个罐头稀，稠的都在下面。张法官是实在喝不动了，也不吃着那稠的。保安维持一下现场秩序，保安。他，骗了好多水呀、不吃了，吃饱了。我走吧，吃饱走吧。乖乖，你可以上了。收拾一下残骸。乖乖，去吧。交给你了啊。乖乖，交给我吧。张法官天天可能吃了，关键是干吃还不胖。走吧，丁。要关门了，今天晚上其他猫得在外边住了。然后第二个在屋里，准备了两种猫粮，然后还有罐头和水和冻干和水，这家伙可以说是四菜一汤了。这是谁脑门？夫妇呀，夫妇，你舅舅病了啊！婆婆，舅舅病了，病在屋里养一天病啊！明天白天他就出去了，今天晚上我观察一下尿量，明天就出去找你啊！富乖，我富乖，都在那露着小脑袋在往里挤呢，很可怜啊。我刚才称了一下，地儿哥居然真的只有6.7公斤，还不到14斤。
对。他怎么最近会瘦这么多呀？瘦了一斤多。天哪！猫砂我都已经铲干净了，然后今天晚上观察一晚上它的尿量。这猫老敲门，这还能睡觉呀？几个呀？我看看。这家伙都在门口，老夫妻说都在门口开了会。几个呀？一二三，就他们仨。胖福挠门。嗯。胖福忒爱挠门呢。对。在干嘛？摆阵。真是样子。摆阵。这没人跟弟儿哥抢位置了，他也不上床睡了，你看。点儿，你怎么不回床上睡了？没人跟你抢位置了，你跑这儿睡了？嗯，这会儿是四点多，他喊我，然后过来查了一下，你看尿了一个这个小尿团，这是大小，我觉得还行。点儿，没事喝水去吧，想出去，他想出去。嗯，尿了核桃大小，还行，去再喝点水去。